期节目呢，就是给大家表演一节，准备三二一。好，今天节目就这样了。好，印第安人，今天我们是保安。大哥，你看这个位置，谁是保安？说了就直接飞天。我当时觉得你们会说，毕竟我的普通话不太标准。不能说四川话，不能。我也不说，我也不说河南话。说一个你们肯定听不懂，是吧？你往那鼓对鼓对。你在这儿鼓捣鼓捣，估摸一下，往那边挪一挪，蹲一蹲的，就跟四川话的，你那个筷子盖了。好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还是怎么耍赖呢？还你怎么耍赖呢？干嘛？干嘛？耍赖呢？哎，这样不同吗？你还耍赖呢？好痛哦！我觉得我这次期末考的有点不好。Round one。别拉这个线！一个男孩子那么娇气干嘛？拉一下什么？好，回去。金鸡独立。这一人类。鸡独立。金鸡独立。对了吗？蔡子。啊，大姨，菜子，菜，带，菜，大，台，菜，菜，菜子，太监，太子，菜子，菜，菜，鱼。来吧，牛奶奶，水牛，牛牛牛牛奶奶，挤牛奶。大姨，好吧，大姨。为什么数量这么数？小丑竟然是自己。大姨老师，你还冰崩冰崩响啊？乒乓啊，这是乒乓球啊。乒骗子。乒乒乒乓乒乓响响乒乓乒乓响。乒乓乒乓响。乒乓乒乓响。那不能跟大家在一组了，真的就会崩溃的。兰花。兰花啊，对对对对，真的，天哪，真天真尖啊，衣服仙，然后拿个什么穿缝起线，这是什么真啊，对，得春得学得真的香，我们猜出来了，我们猜出来了，我们猜出来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去上课吧，我就比较爱学习。